各位好，欢迎收看由江苏城视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聂琪。据新华网的消息，有一位网友叫做四海微传播微博发布了一组照片，说今天中午的12点，突然发现排队买包子的竟然是习近平总书记，而且全程自己买单，自己端盘子，自己取包子。同时还有一位名为万丈乡愁的网友说，习总书记对周围人亲切地说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我还在想是凑过去呢还是不凑过去呢，好害羞啊。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北京的一间名叫做庆丰的包子铺，是老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包子店。这组照片传到网络上之后呢，网友们纷纷表示习大大太亲民了。随后习总书记点餐的菜单也被曝光了，他一共是点了2两猪肉大葱包子，有一碗炒肝，还有一份芥菜，一共消费了21块钱。